二龙，幽麦这个点位想要去硬扫，他有点挡不住对方的火力点了，烟散了。因为，黑黑，哎，今天有人。哇，但是刚刚在捏闪的时候，Fox在这被打掉了，这最强的一分难道就要这样被直接推进来了吗？卡戎打掉桑森，打掉进，这两个决斗者倒了，但是安装暴龙气球是有机会可以出去的。Fox跟绝地不走了，在点内，他慢慢的不是给偷了过来，抠了过来，两个人要打一个交叉枪线，复制流侧身。二龙一个。 一打一，两发子弹，三支滴血，两个人都是残，一枪的血，来看谁先主动了。但是 Coral 架得很死，并且把明珏捡了回来 ，Force 跟小狙找机会啊！王牌精锐，小混一下，关键是一点信息没有，就是随缘大概猜到了，就你狙能架得点，我去混冷战。对，Coral再打一个，先出三发子弹的时候，先。